香喷喷炒饭炒到粒粒分明，还有炒面、炒米粉，让人看了食指大动。另外还有料多饱满、香气逼人的素粽子，这些家常美食跟随大甲妈绕境，不怕吃不到。但以往都是像这样。 大棚子一桌桌的板凳，一间公庙少说准备四五十桌跑不掉。今年遇上防疫，做法得调整。大纸箱装满环保餐盒，送到西螺福星宫。今年庙方不提供用餐场地，改成用环保餐盒给信徒，一人一盒拿到庙后方的公园开放式用餐。时间紧迫，庙方跟两家厂商紧急调来10000个餐盒备战。 炒面、炒饭、米粉、汤和粽子，6月13号大甲妈抵达，和6月16号回銮时，2天4个5晚餐，会有60名志工帮信徒打包。煮好之后会用这样子的打湿的方式，就是分装给民众。只要信众到指定地点，就可以拿到我们福星宫啊所提供的一次性的那个环保餐具。 不止福星宫彰化的亭后宫，过去都和外汇业者合作，今年也要用餐盒供食，米糕、素汤、配菜打包带走，要降低群众共食可能带来的防疫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